主料，空心菜4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生抽、大蒜、生姜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姜蒜切粒，空心菜叶洗净备用，热油炒香姜蒜粒，倒入适量的水煮开，放入空心菜叶翻炒，最后加入生抽、盐调好味，关火，炒出来的空心菜很翠绿，有木有？呵呵，上菜了。烹饪技巧，我觉得大火快速翻炒可以让炒出来的青菜很绿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